请这个停本下啦。地政即马服务拢真好嘛，尤其咱即马去机关吼，较早讲哎呀你，量额温，即马往过去，多少度的体温正常，消毒水弄落去，伊就啊你自动喷洒，拢免倒啊试。啊，那公车是无啊多，公车无这种，公车还个试啦。啊，这试就变，一直接触，含是不是会残留病毒？啊，咱家己爱做好个人环保。我昨昏咧去咱那个国泰世华有一个产险，这产险了后咧，我一个富邦人寿富邦产险的张先生呐，张先生来问讲李社长啊，你对啊维啦，咱这个维不是虚伪维吼。松绑嘛，要松绑啊！松绑啊，有一个在做一个专家啊，在做一个咱的一般百姓用讲，都是还是要勤洗手，戴口罩，保持社交距离，最好是分开吃饭啊，不要聚集哦，这个非常重要啊。等这病毒哈，伊也无大家一直集中。制造的时阵吼，就会慢慢减轻，后盖就是会变常态。常态你啊，发生发烧啊，啥物都爱看医生。细胞唔好就爱看医生。当然呢，食薰的人爱特别迄、那个小可控制。我爱讲这个原因，就是因为两年前我一个朋友咧，伊是食薰食真大，但是落尾来找我的时候。我发现伊啊正常，但是伊讲伊休困一个月，还伊要困，无啊多倒去困，一定要坐着睡。落尾医生啊检查讲伊心脏有问题，细胞有问题，所以咱人方爱注重身体健康嘛吼，健康真重要。你个人的体质啊真重要。所以，话讲，爱拍 A 剂啦，话爱拍莫德，莫什么啦，我又搁袂记起啊。这年纪就是安那，莫德纳嘛，吼，很多一个其他诶品牌啊。咱国内当然，即嘛有其他争议啦，这法律争议吼，这好卖讲。我即嘛是咧讲，每一个人拢有。心中一把尺，但是不要以讹传讹。你不是专家，你尽量不要以讹传讹。再度感谢大家，谢谢。今天到这结束，再度感谢，谢谢。